就大家吃饭，他就他要那些工具，你家小伙伴给他，这些太简单。哎，这个笨的坐着呢，哎，我这看着真是笨的，我给他瞅着难受。你要是叫孩子拉屎要在这，保证给你算的清清楚楚呀。不用算了，假设他要20磅。他要20磅，你给他20公斤，你给他21磅，行。